玛丽跟我挑，他和海银我都放弃，我不跟他俩挑。哎呦！谭伦，我这可不是重啊！哥，你这个实在是一言难尽。滚！哎呀妈！这怎么喝？哎呀妈呀！这俩女的咋这么有劲儿呢？我们这个油点水社区啊，是全市节省节水环保第一名。这嘴真够瓢的，一定要节约时间，在规定的时间内啊，才能这个这意思吧。来，先别急啊，看这位这位手里拿着的，这位就是龙游的特产，那你吃在嘴里边松爽。谁写的这个拗口呢？那我们就借着这个话口，我带着大搭档，这个塑料颗粒呢就能吸附污渍啊与油垢，污垢与油。声明一下啊，开心麻花有很多嘴都非常顺溜的人，特意挑选了我这样的一位主持人，给大家带来欢乐的效果。哎呀，谢谢！别说我们公司的名字。情况啊，这汗水兄弟好傻呀、啊！洗洗更健康。哎，洗洗更健康，拿了回去。棒，节水啊！回到起点来了。啥来着？节水人人夸，节水人人夸，节水人人夸。快点，快喝！你排的哪个？这边这个，他算我们的一票、啊，对，算对方的，算对方的。这值了，这咱值了，这咱值了，这。哎呀，这值了，这赢了。快！是什么？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大熊猫答对了，你骑过了啊。你怎么说呢？你说话呀！我要把衣服脱了。我们队有两个坑。这个海狮兄妹，海狮兄妹的智力。平时我是很尊重李海银的，但是我今天为了水资源哥哥，我要拼了命。李海银，我告诉你，我脾气不好啊，我告诉你。李海银呢，她是我的一个妹妹，但是我今天为了水资源哥哥，我要拼了命。我去，这是为了水资源，李海银。过了，没事吧，海银？没事。我觉得这掌个声是送给我还有李海银的，我们共同为水资源做出的贡献。来，海银，我给你插个水。笑又不用笑，哎呦，我看这小伙，没事，张嘴就张嘴。